第一张地图来到瀑布，位于地图 E 点中方向，红色的圆柱是 Hess。地图7点钟方向，蓝色的虫族是来自 GP 战队的 Chen。这场还是很有机会的啊。券的实力还是正常发挥，要拿下应该不是问题。我们先来探路。干扰一下券的采矿。那边藏了一只工兵。这是怕海风炮吗？一招卡在那个位置。我还是第一只，居然直接出追猎，有点偷。开，还是要打一波啦。这流程补到33龙，应该就会先停，把 BG 补，先把 BG 补到八个。这是直接下毒包虫草哦。这一招虫族不好打。全是先把所有的后虫拉出来。来了，第一波的反弹机。控下，控下。
等级不要掉了。再躲一下。哇，被挡住了。只要试着打个双线，有一波狂战士往虫族的山矿去了。我劝死的兵好多啊！我没有毒爆虫咯，这时候还是要专心控他的不朽去点蟑螂。这里也行吗？再刷一轮。不朽者要控好，不朽者要控好。现在只要专心控那只不朽者就好了。哇，操作很漂亮啊！再刷一轮，再刷一轮，感觉是打死了，捅穿了，捅穿了。这无敌的不朽者啊，这死不了。在，前面第一波看起来虫族完美守住，结果神族不断的刷狂战士，还是把虫族捅穿了。这不朽者终于爆了。刷再刷再刷，出24只工兵啊，非常穷。现在开始重新补工兵了，也把瓦斯开起来了。回家三开吧。用这个冷静拖延一下时间。这边有脏东西啊，给开山矿。哦，不朽者有点迷路，我还好，有旅客回来。
哇，带一下，带一下。现在直接转绿光球了。科技往上盘，确实这狗的牵制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大波蟑螂要来压制了，我黑石是有烈光球的、啊，可以先炸个三只。不朽者，不朽者，不朽者再走吧。哇，好像被满穿了。好几电池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烈光球在炸，我确实站得很好啊，一只蟑螂都没有死。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烈光球，有办法炸到吗？我确实站得很好。还是打出了GG。哇，那烈光球基本上都炸不太到劝死了。有点可惜啊，这一场。Nice 已经被淘汰了。哦，我们的 Hope 哥回来啦！咦、嗯，哎、欸，现在有转播吗？不是，有声音。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啊，好嘞，最后一场的晋级赛。还是打券了，已经券已经拿一分了。这是第二场，
啊，保下点位。位于地图5点钟方向，红色的神珠是全村最后希望 Hess。位于11点钟方向，蓝色的虫珠是 Chen， 来自 GP 战队。地图是宇宙蓝宝石。那你运动会怎么参加那么快？小朋友跳完那个操就回来了。哦，我已经在我家旁边了。回来支援了，还没结束吧？我刚刚在那边看哈士打得好紧张哦。是吗？我看到那个两个不朽装在运输机被打掉，被打掉，那场超刺激。对啊，我看了就好紧张。刚怎么输的？刚刚开始打了一个33龙的骑兵营的团战不朽一波，哦，被守住。用什么守？确实先用狗毒包守住第一波团战四，后面再接蟑螂。学起来了，学到了。然后劝的那个。当然上的超好啊！都不会中绿光球，这确定改波三哦？确定啊！刚刚黑石的绿光球都炸了一个积木，怎么都没炸到？红胎散不好炸，红胎散。哎，哈士怎么就打不一样？他不 VS 开。都不压开啊，两场都不压开。他不打现在的套路，还有他自己的理解啊。哦，对，他就有赢 Beyond 一场、欸嗯，这么强。怎么看起来跟上一场是一样的开局啊？还要再试一次吗？上次要到一波了是不是，看他有没有停哦。不然就是他觉得他张打很强，他开始不必狙了。那、啊、这 timing 很快、欸，很快啊。可是没有科技啊。他不朽，都很强哦。他不朽去烧，没有冲突其实不好守。全游是直接下毒爆虫草。哇，这场看的工兵补的比较多，上一场是34左右就开始暴毙。你知道这一招神珠桥控什么吗？控什么？神珠桥专心控那只不朽，不要死，去点蟑螂就好了。EBG 的一波，哇，这 timing 好快哦！超快的、啊，4分半就到脸上。但是没有狂战，没有冲锋，没有冲锋，没有冲锋。啊，狂战怎么在打毒宝、啊？好，哎、欸、好特别哦，慢速的狂战，哎、欸，感觉很强哎、欸，靠不守 CC。啊，他后面哎、欸，后面在插毒宝，直接进去了吧？不朽就专心点蟑螂就好了。哇，哇，冲龙，哎、欸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还行啊，不朽不要死就好了。啊。
他要去点他人机、还是有在控，还是有在控。有啊，打穿了吧？穿了，打穿了。这是他心理解啊！红猪只要工兵多刷就很容易被打死啊！这 timing 太快了啦，四分半哦，4分36秒到虫族上空，虫族还是快乐刷农。刚刚上一场也是这一招啊，哦，只是刚刚却没有那么投。哇，他就操作不朽就好了。专心控制球，不要死就。他现在不出有气的单位，他不朽是会去点蟑螂。欸，如果现在出教室会不会比较强？反正他没有瓦，他没有瓦。有啊，就是哦，他没有瓦，他没有哦，我看错。停气去。对对对。欸，他瓦是刚好算到零，欸，太强了吧？到啊。新理解，新的 meta。哦，这个存在很久了。欸，他把气真的控到零了，谁代表他有精算过了，不是乱打的。这流程真的很凶悍。我每次看到 Hush 打，就很像你有看那个《王者天下》吗？我就觉得他很像换了个环旗，就是打的都没有套路。乱拳吗？就是打得很飘啊，但是会赢，会赢啊，会赢就好。像那个王者天下那个环旗一样。他这一把没，这把虫族没有毒爆虫啊，那他可能是没办法。终于要进入我们今天播报的最后一场比赛啊。地图来到 Inside Out， 一点钟方向红色的神珠是 Hash， 一点钟方向蓝色的虫族是来自 GP 战队的券。谁赢谁晋级哦。欸，你这样刚好播满12个小时。对对。感觉再打一次。他要守不住。妈。欸，所以哈斯也不去干扰他开二矿。他都不探路的啊。他兵营探路，欸，要去野了吗？没有去探路。哦，要去光炮了，啊，要去光炮了。左下那个不长了，不长了，所有最厉害的绝招都使出来。哎，这一张就光炮的图。欸，可是那个券有在防欸，他知道他要放光，啊，他第一场也是这样啊，很早就拉一只工兵在那边蓄盖了钱了，不是，欸，他不盖了，他是不是取消啊？对啊，炸掉了，要吓他，券有被骗吗？看起来没有。欸，他还是很慌啊！他现在他这样看到就不会拉，那个 timing 不对啊！他本来就觉得你他不会放，但时间点不对。还玩？看一下 Hush 这一场有没有准备不一样的战术。一样不压开，我觉得他相信这一招啊。他因为他刚刚很明显，券就不会挡啊，不会挡，那就再打。
反正你要连用三场，一招打到底。这这招以前就有了，到啊。把门口堵好，他是完全堵住吧？刚是全堵吗？没，嘴裂应该出得去吧？还是堵住？感觉出不去欸，出不去，出不去。这他裂光球欸。哦，怎么飘的吗？直接裂光球啦。劝很怕哦，很早就下毒爆虫草。哦，对，他怕又是刚刚那招。对啊，我觉得起手式看起来就很像刚刚那一招啊。可是他出 VC 完全对。正常。表情做的跟刚刚完全一模一样，还故意给他看，我去抓了。虫族吓到停农在抱狗，我一样的，还故意出去看，好爽啊！这是直接杀两只王虫，这虫族很不爽哎、欸，被抓两只王虫，喂，这卡农卡人口，看起来完全看不懂黑石在干嘛，他完全默认你要跟刚打的。爆毒爆！不好多狗，别停了！爆超多狗的，他完全、他完全不敢补工兵啊！对，被骗惨了，现在才在补。可是，他没发现，我被操！黑石这场是冲疯狂啦、啊，两颗，啊，他就那两颗球一直去烧就好了，红族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又没对空。好、啊。还是一波啊！哦，还是要分一个双线，毒爆蛮多的，靠烈光球炸、啊，但他直接上了，不回来，哇！先撤，不要死掉，有点好。哎、欸，他双人进哎、欸，到啊！他怎么那么飘？各带一颗。抓到！天哪、啊！不太行啊！两边都被守住了。哎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我以为能这样掉。有机会炸到吗？炸了！哇！啊！救一下烈光球！救一下烈光球！这人哦，黄族也不敢。完了完了！Barbecue 了。这个圈真的很会躲猎光球，哎，蛮好的、欸，而且他张拖矿，拖矿啊，他靠闪追拖，啊，靠猎光球拖，
人口差了50啊。继续拖。家里这颗烈王球会把它载出去吧？怎么翻盘呢？可是我觉得同族没有进攻的能力，他怕烈光球，我他找不会找到吧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同族现在觉得很优势，你堆在家里，你真的出不了门。他上的真的很好，还等他的提速啊！大王虫杀杀虫后算了。虫族，虫族要推出来啦！他二矿二矿是，我刚刚来一颗，虫族推不出来吧？我觉得蟑螂蛮怕烈光球，只要那个偷矿不要被抓到就没关系。而且他没有提速，提速要来，我觉得提速也上不去啊。这好，等券上那个。来一发大的，他来了，来发大的，有啊，很会散的、啊，不会啦，这蟑螂根本上不去二矿啊，来了来了，这一发大的，你看，这发也可以，这发也可以，上不去，你看缩蛋里面在，你看他根本不敢打，他就在这边炸就好，他只要偷矿不要被发现就是。有机会守住，有机会守住。哎、欸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一颗快，这一颗里面有了，大的了，超大了！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当然是真的很烂。全倒，它还有里面还有两发，还有两颗，还有，守住了啦，冲锋狂都有。那可是券的人口有那么高，那蟑螂都虚胖，虚胖的。对啊。却没办法回头，他四颗球，现在还只有四颗球，这当然没用了，而且他要说，他又在二矿上，我的操作难度很高啊，哇，四颗球哎、欸，我在冷静里，他要包夹，他要上烈光球包夹，哎、欸，券也知道哎、欸，不要急啊，等券上那个斜坡，券现在觉得他很优势，因为他觉得神族没有。大了，慢慢大，一颗一颗。他再怎么会闪，也是有战损的，很难闪。这是在虫胎外面，他不要出去就。那我引刀砍，然后换农民。哎、欸，炸这一波。可以。好呀，很烂，区肥。哇、哦，不过还是偷了三矿，还没开始营运呢。专心处理正面，这个蟑螂看起来很多，其实根本就挨不起，根本就没什么输出，打不赢烈光球啊！来来，大的，他没在动。漂亮！我就蟑螂很烂啊，跟那 HK 讲的一样，就是蟑螂出多就一定输。你看那蟑螂一点输出都没。这颗烈光球埋伏在这里。好、哦，要包夹，要烈光球包夹，烈光球包夹、哦，他没空啊。狂欢四就可以了，狂欢四就可以了，狂欢四就够。真的烈光球真的很克蟑螂，这蟑，而且他要是出来打，哎、欸，他铁头哎、欸，他蟑螂打到底、欸，真的会被炸歪、欸。他现在、哦、好紧张、哦，他现在觉得他还很优啊，他觉得很对，他觉得他很优质，只有两个矿，他现在各种爽，他没有。他觉得他很优势，然后蟑螂跟你靠没关系，他觉得他亏没关系。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样想。可是哈斯的战斗人口为什么那么低啊？哇，这一发！哎、欸，再一下！哈斯淤钱淤太多了，他这操作难度太大了。对啊。
我觉得他要转租闪追，直接闪追猎光球，真的很客套。他这个操作还是真的太花，可以。哦，他是真的很会闪啊，但是你都当然都用肉体去换猎光球的姿势。他真的很会闪。可是为什么哈斯宾？他现在冷静下来了，一直一直闪。那哈斯宾那么少？哎，他没 VY 了、欸。他没 BY 了吗？没有啊，他家里有补防。哦，原来他兵都刷外面了。对，我想说，为什么他兵那么少啊？他家里靠猎光球。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插回来啦、啊！神，那个虫族农民被插光。哇，他真的蛮会闪的。打不太到、啊。伤亡没什么输出啊，来发大的，来发大的，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券已经乱打了啦，再下去，再下去，他觉得他优势很大，他开始乱打，哎，不会打算了吧？很危险啊，可以可以，好、哦，哎，伤亡那么多啊，他守不住 ，GG。我们觉得中间有点机会，中间有炸回来一点。对啊，没了吗？没了。感觉还是要，我觉得猎光球还是配追猎，要紧。好可惜啊，追猎才可以白嫖，然后那个狂浪士是被白嫖，东风狂是被白嫖。对啊，没电，差一场就进入四强。都没了，他散了吗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今天的播报就到此结束。然后今天晚上的11点，会为大家带来16强的比赛。那我们就我们就关台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晚上11点再看喽。